火锅大吃过，对不对？烤苕皮大吃过，把烤苕皮煮到牛肉火锅里面，你们吃过吗？我们家来点一个火锅，然后把烧皮放进去，看香不香？我在网上看过，果然这样吃真的绝了！妈耶，来吧！还有豆干儿，火锅比烧烤幸福快乐，少不了。爸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这墨西哥，你们亚洲的晕死我。我少不了，怎么的呀？晕？哎，你们爱吃麻酱还是爱吃酱油啊？麻酱没有招的，麻酱没有酱油就是我的。 哎爸，锅开了，锅开了！来来来，咕嘟咕嘟咕嘟，就是幸福的声音。漂苕皮，空苕皮，要豆干来扣豆干。别整那些多余的了，全要。我二个苕皮，你们自己拿，我不管了。哦，还可以这样，就要的是你这句话啊！美食博主就是带的呀，去发现不同的吃法，新吃法，好吃的吃法。他说：“你的啪啪的，看着香不香？烤苕皮，煮到火锅里来一口。”嗯。 我本来可以一口吃完，但是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酸萝卜劲儿。馅儿都能看到了，露馅了。别散了，找我们，我们看好吃。嗯，我强烈安利所有的姑娘们都这样吃，都有猪肉。再来一个豆干儿吧，宝宝们。哎，这个豆干儿是薄豆干儿啊，不包馅儿的那种，是吧？来吧，别的碗。哇，如此顺畅。有点东西。这些人装碗的人，一圈。 嗯，有人要吃炸蛋吗？厨到火锅里的炸蛋，今天又是蜘蛛了两个，很不好意思，让你们要打架了。毛肚来喽，美不美？美。肥牛，嘎奇，妈耶，在办公室吃火锅，这什么样的神仙公司？一般人吸都吸不烂吗？我要的是特辣锅底。肥牛来喽，蘸下我的香油料碗，停止你这个动作。 你这动作也是你传给我的，我最开始也没想这么玩，就很胖。来口肥牛。嗯，锅里真的绝，他锅里真的绝。炸蛋好了，吃火锅不吃炸蛋，等于什么？白吃。谢谢你。这一期没有人把我拉走了，为什么都在这吃的？ 炸弹，炸弹这样吃真的绝，信我，炸弹。他妈辣牛肉，给你们下麻辣牛肉。哦，你貌似想抢我的虎皮鸡爪，也不是貌似，就是被发现了而已。略有尴尬，绝不绝？嗯，啊。 刚才那个事儿，我以为是唱山歌的，我差点接上去。哎，烧皮之后第二名。真这个锅就是你，你先走到哪儿？对啊，不然一会儿没了。我跟你说，嗯，看你能不能等一下，嗯，再卡一点，一会儿就站起来。连锅都没了，根本抢不到，根本抢不到，没词儿了，我要开始抢吃了。关键时刻还得我给你夹一点，姐妹情深。 给我点镜头，已经站起来了。作为一个成熟的主播，要自己掌握。主播，我建议你成熟。哎，主播，我建议咱买个大点锅。哎哎，这样吃啊，嗯。